高速公路上，白、黄、蓝三辆超跑由左至右一字排开行驶，如同阅兵，声势惊人。但一进入隧道，一次布满前方小货车，马力小，开太慢，影响队伍行进方式。右边车道超跑一个 move 往左越过双白线，违规超车。快出隧道口，中间车道超跑也疑似违规变换车道。对了一个，分散了，他现在要交叉变换了。出了隧道口，三辆超跑油门一吹，立刻跑得连车尾灯都看不到。超跑国道违规变换车道阅兵，过程全被后方民众拍得下来。隧道内310线是禁止变换车道。超跑阅兵发生在国道3号嘉义蓝潭隧道，民众最初看到超跑很兴奋，但后来违规变换车道让他们觉得好危险。但行车记录器画质差，车牌拍不清楚，恐怕难以开罚。在7日内提供检举，那个我们都会依法执法。高速公路跨越双白线违规变换车道，可开罚3000到6000元。警方打算调阅监控中心影像，确定车牌号码，依法开罚。记者侯国恩嘉义报道。